陈麦冬，小点声，这么巧，来送人，送我啊，死人恋。 下车的时候让别人帮你取，别逞强。你现在是在担心我呢吧？走了。还有事儿？我跟你说过吧，你侧脸挺好看的。你收敛点。陈麦冬。 你就是来送我的，对吧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。那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想好。给我一个吻，给我炙热的双唇，温柔坚定的眼神。 干嘛呀，大姐？看什么呢？快走！没有啊。去了。哎，师傅，给我。什么呀？手机。